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德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研讨《太上感应篇》汇篇第五十七句“知过不改，知善不为”。请各位同学翻开课本五百三十页，啊，第二段五百三十页第二段。我们看经文：原天如者禅师普说。 古教云：“我见他人死，我心若如火；不是热他人，看看轮到我。是此等说话，哪个不得知？知者固知，只是不肯修行。到你不肯修行，也是屈你。” 现前诸大德，都是下手做功夫来的，只是未到千鸟百荡田地，故在什么处？故在不勇猛、不精进、不坚固、不久长，暂时花肯心，未久又退了，所以道。 佛法无多子，常言难得人。邪道如初，做佛有余。始终不变，真大丈夫。如今能有几人始终不变？往往十个五双，都是退道心的。考其退道心的因缘。 盖亦各有所累而难也。所累则火，有三种累：第一，无问生属难泥，个个为生活所累；其次，有见食者为见识所累；有家祭者为家祭所累。做三种累，猎杀天下人。 尽天下人遭这三种累，忙了一世，闹了一世，苦了一世，甘弄了一世，空过了一世。何况又因这三种累，其乐无量贪嗔痴，造了无量大小恶业，由此业报，堕落三途八难苦海之中。 生死轮回，受了无量苦恼，不得解脱。虽遭无量苦恼，只是始终不行。其不行者，因其不悟故也。不悟则何？不悟其身体、眷属、佳绩，皆不是你的。如今向道，身体不是你的。 你上未信，三生尽情为你从头说破。你最初来母腹中，投胎之时，单单只是一个世神，何称有身体来？此个身体，乃是父母这宝合合结成的一块顽肉，本无知觉。 不知痛，不知痒，不知冷，不知热，不知饥，不知饱，不知苦，不知乐。因你一个世神，早在这一块玩乐之中，从此知痛痒，知冷热，知饥饱，知苦乐。几乎出胎之后，所性认走换作，唤作五身。 向道生辉，我有，皆不肯信。有是佛子怜之，又苦苦向你道：除非汝身，此是精血结成的臭皮蛋，不使你管。不由你拆牌，以致生老病死，皆不由你处分。何以知其难理？且如你最初投胎之后。 祝母胎中七日已变，次第生长，约五脏六腑、百骸九窍、四肢六根、筋骨皮肉，渐渐成型，乃至出胎，皆是弱风所吹，业力所使。你是不知不觉，合称由你猜排？寄生之后。 长长养至三四十岁，他变发白，齿摇，面黄，肌瘦，渐渐变懒，渐渐老来，老向现前，从而病倒，病既到，死变来，如此等变坏，一一不由你。 你本不愿如此，真奈管他不下。若你重生至死，像这错皮带上用了多少恩爱情意，种种保养他，种种复习他，种种医治安排他，他便忘恩负义，如此得人真。 何况更有得人争处，主如盛夏炎蒸之月，有一壮见好汉，忽以黄昏之际得个急症死了，死到二更半夜时分，便觉错会逼人，近旁不得，急急用棺材盛切盖切。 等不到钟鸣天晓，急急扛出烧了，重视至亲至爱的眷属，也不容停留矣。以此观之，昨日晚间，犹是一个健汉；今日早起，变作一撮骨灰。知他一个世神，又向何处去喽？ 如此即便，并不由你；即使你身体，何当由你管？既不由你管，如何妄认他是你身？徒尔遭他所累，退却道心。你是见识亦然，彼此拖过臭皮带，彼此不自由，彼此管不下，无常到来。 彼此替代不得，平生眼前；彼此被一种恩情缠绕，换作剑术，眼光一闭之后，彼此不相似了。如果忘认他为剑术，遭他所累，退却道心，你之家计亦难。引开矫健之时 计较经营，亲令所负，将为百千万年得他受用。谁知一气不来，一毫也将不去。如果妄认是你家计，遭他所累，退却道心。今日诸人既闻此话，便可回光照破。 痛自醒悟，以此三种类上，莫顿着，莫念着，莫贪着，安其定分，任应过时。却须波转念头，向生死事上奋发勇猛精进，坚固久长，讨个分晓，走上座智慧慧才。 且能唠唠叨叨，说出许多前路庸腐之语，取笑作者。虽然若是作者，应不见笑。一曲春田乐，悲欢各自闻。好，好这一段呢，元朝天如祖禅师这一段经文呢。 非常的好，各位如果能给他背起来是最好。他只要是跟你讲“生从何来，死从何去，死从何去”，啊，跟你讲我们来这个世间呢，被三种把我们绑住了，把我们牵绊了，就是这个身体，就是这个剑术，就是家计、就是，就是为了生活。 被这三个绑住不得出离，一个是身体，一个是剑术，一个是家祭生活，为了生活帮坡。他从这三个地方帮你一一解破，一一给你分析，那再告诉你：万般将不弃，我有业随身。你的主人是谁呢？你本来的面目是谁？他叫你去认本来的面目。 如果你不认本来的面目的话，也就是说，没有明心见性的话，天如者禅师说啊，你是带着这个阿赖、啊、也是来投胎的，就是世神。我们佛家讲呢，神是；道家讲灵魂。迷的时候呢，叫灵魂，叫世神。所以呢。 经上讲着，你把世神呢当做你的灵性、你的本性，那这个叫认贼作父。你搞错了，啊！天如者禅师的啊，是一个开悟的圣僧，啊，讲的非常好，啊。如果我们把它背起来，每天用这样来关照。 佛陀讲的四念处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这四念处观，这是佛陀开示在三十七诸道品里面的四念处，所以念佛人呢，必须呢要在加这个四念处观，啊，观身不净。 观色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整篇的意思呢，天如足传这个开始就是佛陀的四念出观，这、就是一种观照，啊，你身体放不下的时候，你就是说要去观。他这里面讲的啊，他特别跟你解释啊，有一个壮见好汉呐、啊，黄昏的时候呢，突然间死掉啊。 死又马上就被抬出去烧掉了。昨天晚上还是一个健汉呢，今天早上就变成一撮骨灰了。啊，就跟你讲，我们讲说呢，观身不净呢，跟你讲，关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这个就叫做观法无我。啊，那跟你讲。 我们就放不下这个情子，他跟你讲说呢，你放不下你你这个身体，你这个剑术，你这个身体怎么去保养它，爱护它，啊，等到你死的时候，它是变成一一撮骨灰嘛，哎，你为它来美容啦、啊，为它来吃补品啦、啊。等等，啊，所以这一篇呢，我觉得非常好。 我们把它呢，啊，常常读诵，啊，这样的道业就会精进，啊。那我们先来看这一篇的啊，自己解说。这个元呢，元天如泽禅师呢，这个元是指元朝，啊。 是指元朝，天如者禅师呢，他是元朝的时候的开悟圣僧，啊，他又称呢为者禅师，啊，他是元代临济宗的禅僧，又称呢为者。这是他的名。 他是江西吉安人，书姓谭，号天如，名呢是维者，号呢是天如，所以这里讲天如者禅师呢，那个者是指维者。啊，他这个年幼的时候呢，在河山替法，后来到天目山。 去云游，他只要呢，乘船呢是中空明本禅师。我们净土宗的呢，修中空三十系列，就是中空明本禅师的开始。他们这些大德呢，都是禅宗修行有成就的，有正量的，也可以讲说在禅宗里面开悟的，他道家之行呢，啊。 了解呢，啊，在这个末法时期呢，修禅不容易成就，所以呢，这些禅宗的开悟，这个圣人呢，啊，他们都来提倡念佛。我们呢，永明年寿大师也是这样，还有莲池大师也是这样的，都是禅宗的高僧大德，再来度大众呢。 要念佛呢，代业往生。中峰明本禅师就是一个例子。那么天如者禅师呢，他得法以中峰明本禅师，啊，他是他的围棋法师元顺帝至正元年，啊，那么他在哪里呢？在苏州狮子林。 他是为了纪念呢他的老师中峰和尚而创建的，啊，那么第二年呢，他的弟子呢合力斥资呢建造菩提正宗寺，啊，菩提正宗寺。那么请呢天如者禅师呢登堂说法，大奉临济中峰。 皇帝赐他呢，佛心普济文慧大辩啊，辩才的辩啊，大辩禅师。以及皇帝赐给他呢，金染衣。啊，军缕织成的袈裟叫金染衣。他本身呢，这个天如者禅师呢，有注解《楞严经》《圆通书》、《十卷》。 那么，他本身对天台啊永明大师的开示呢，啊，他成就呢天台永明之教主，啊，那么兼啊兼宏啊净土教，著有呢净土后问。 破除净土教的疑惑，侧进修行，啊，这是天如者禅师的经历。再来，我们看下面这一段普说，普说呢是禅宗的用语，在禅刹中就是禅寺里面普及大众说法。 啊，祭师祭师家呢，为一般学人开示终圣。啊，一般呢啊，他们禅宗的禅寺里面呢，如果是禅林弟子呢，啊，进入老师的师傅的这个疗房，就是入进入师傅之室参学问道，这个叫做入室。啊。 那禅宗里面又叫独参，就是学人呢单独进入师家之事，就是他的他的师傅的疗法呈上他对他自己对公案的见解，啊，禅宗都讲公案嘛、啊，啊，这是独参单独的，那小参呢？小参就是。 随时之垂收，就是以别以上堂说法之大餐啊，师可能随时跟他开示的这种随时之垂收，这叫小餐。那么一般呢，啊，是在这个请堂，就是大方丈。 或者是在法堂举行，在特别的说法呢，那么学人呢烧香请求普说，这个称为呢告香普说，为通知大众呢普说所挂的牌，他会挂一个牌叫普说，称为普说牌，啊。 一般丛林里面呢，都有法堂。法堂就是讲经说法的地方。啊，像我们到台湾的正觉金寺呢，那它大雄宝殿呢，还有另外一个法堂。那果心律师呢，对来访的这个信众呢，都在法堂深坐说法。啊，那么以前在禅宗的这个禅寺里面呢，都还挂一个牌叫普说牌。 啊，那么天如惟者禅师一路卷九呢，这里面有记录一篇呐、啊，天如惟者禅师的开始，他在他的老师中空和尚的忌日，中空和尚的忌日呢是八月十四日，有一位呢全南菩萨这弟子。 菜普明色灾啊，那么我们知道呢，老法师也有开示过，就像佛陀一样，他接受弟子的供养以后呢，要为弟子说法啊。楞严经呢，就是佛陀呢接受供养以后，在开楞严会上啊，当机者当然就是。 阿兰尊者，啊，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。前南菩萨戒弟子蔡普明，他设斋供养，他就创呢，率四众齐秦呢，啊，天竺维者禅师呢，普说，啊，那么当时齐景这这个建酒里面有记录这一段，就是说，说中峰和尚已经涅盘快三十年了。 如今内盘以来又将三十年。他们有盖一个佛寺纪念他老师嘛，叫狮子林。他说：“我们这个狮子林呢，年年此日呢，都为数高坐，就是每年在师父中公禅师和尚的忌日呢，我们每年纪念他呢，都会讲经说法。所以师父说，以前丛林里面呢，这个和尚呢。” 都会讲经说法，你从这个地方就可以得到一个见证。老上讲的没有错，你看他们每年纪念他的老师中峰和尚的忌日，当天都是讲经说法，就是呢为寿高寿。张起遗像就是把中峰禅师的遗像把它挂起来，会诸人瞻理一番，让所有这些弟子呢能够瞻理 中风湖上，亦无他意。可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。盖一诸人，就称见他的再见如故，就是说以前跟过中风禅师的呢，现在再见一次他们以前的师父，希望他们呢从花到心。那么今之见新建新闻的。 一时同化道心。那么以前没有跟过中峰和尚的，今天新看到的、新听到的的这个学人呢，也能够同化道心。你见中峰和尚纪念他的机子是要干什么呢？这个地方他就讲了，天如为者就说了：“了却生死事。” 你要怎么样？烦恼无尽，试验断了。你要了这个生死大事啊！佛陀，你每年祭奠你师傅有什么意思呢？师傅还是师傅啊，师傅成佛去了，那你还是轮回去了。所以就是《法法界里面讲佛陀说的：“我以大事一年开始侮辱众生，佛之佛见了。” 你明心见性，就是了却生死事。你没有明心见性，你就没有办法了却这个生死轮回。所以生死是大事，一般我们称它叫生死四大。那我们净土的人呢，就说我们一定要大业往生，才是了却生死事。你如果没有大业往生，老法师说，你只是跟阿弥陀佛接个善缘。 来生他世呢，有机会呢，再遇到净土法门。所以天主为者禅师说：“汝若不会此意，如果你不了解这样的一个意思，不能够去体会，不发道心，你不愿意发菩提心；不发道心，就是你不愿意发深信切愿。” 是你错过善知识，他说，你就错过善知识了。啊，是你不知生死世代，你就是不知道生死这件大事啊。啊，道你不知，意识期，你就是从这里这一段在里面经文这里面五百三十页。 最后一行，道你不肯修行也是欺你，就从这个天鲁围着禅师以路见酒里面这这一地这个地方出来的。道你不知也是欺你，生死是哪个不知有？啊，生决定有死，死后决定谁也说报，这句话是很重要的。 啊！我们讲说，一出生就决定死了、啊，生决定有死，死后去哪里才是重要。啊，死后决定随意说好。何况眼前常见他人死的烧了。古教云：“我见他人死。” 我心若如火，就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看这个五百三十页的这一段呢，就是跟这个地方一样的，啊，好，再下来，古教云，这个古教是什么意思呢？古教，它出出在呢南北朝，也就是梁武帝那个时候。 宝志公禅师叫志公禅师，宝志公禅师,师呢是梁武帝的国师，据说呢是观世音菩萨带来的。志公禅师呢，他有写一篇呢《倩世念佛文》，《倩世念佛文》，这里面讲啊，生老病死苦。 人生哪个无？若不念弥陀，怎得免三途？他里面也有讲哦。我见他人死，我心若如火，不是热他人，看看轮到我。我们常常去助念呢、啊，啊，常常到太平间呢、啊，在中国大陆叫做送往生啊。 啊！你天天去帮人家助念，天天去帮人家送往生。有时候是亲戚朋友，有时候是年友，有时候是不认识的。你去助念，你能不能够去体会自公禅师这个讲的？这里讲的生老病死苦，人生哪个无？若不念弥陀，怎得免三途？还有下面这一句：我见他人死，我心若如火。 不是热他的，看看轮到我。为什么叫热呢？我心如火，急得不得了。死的时候你什么都没交代，像这几天啊，过年前啊，过年前二月六号，台湾发生大大地震，发生在台台湾南部。 高雄美容，高雄美容反而没有事，台南呢却倒了一栋大楼，奖金这个时候呢还在开挖中，已经知知道的呢有四十几位已经往生了，还有一百多位呢还没看到尸体，完全被这个高楼大厦的砖块呢。 这个墙呢，压在地底下。这就是什么？你看到这个新闻，你会不会想说“生老病死苦”啊？今天没有在别的地方呢，在我们台湾这个小小地方啊，台湾南部而已呢。从台北开车到台南，也不过是四个小时左右啊。四个小时车程的人，发生这个。 地震的大炸弹，你能难保以后不会在你家吗？不会在台北吗？如果是台北是你，你怎么办？这就是什么？我见他人死，我心若如火、啊、那个火就是什么？很急呀、啊，来不及交代啊！现在躺在这个大楼的砖块底下。 银行存款通通没有用啊，这个身体保不住，建筑保不住，金钱金钱就是家具也保不住，全部归零。这就是全部归零。我心若如火，就是什么？那个中阴身要离开的时候，牵肠挂肚的。 什么都没有放下，什么都没有交代好，道也没有成就，带着怨怨恨、恼怒、还离开人间，带着病苦离开人间，带着贪生怕死、心不甘情不愿离开人间，这就是肉诸火。那你看到人家死，你看到人家这样受灾难。 你的感觉怎么样呢？你是只看到一一则新闻吗？你应该警惕啊！不示弱他人哦，快快轮到我啊！所以要免轮回苦呢，及早练弥陀啊！生前多念佛呢，死后生极乐。这句话可以把它记起来。 要免轮回苦，及早练弥陀。生前多念佛，死后生极乐。啊！你看这么多念佛人，看净土圣贤录，啊，里面往生的例子非常的多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集，我心若如果这个热。 就是焦躁、忧心、啊忧虑，哪个不得知？哪个是什么呢？就是跟那个一样的意思。水也可以讲说是水，区也是区里这个区内。 就是委屈啊，冤枉。再来，都是下手做功夫来的。这个功夫啊，跟我们一般啊，一般讲说呢，学武术的那种功夫是同一个意思。 我们净土中讲呢，大义往这边，你要功夫成片。功夫成片呢，就是护后，就是把烦恼护住，这是功夫成片。那禅宗里面的用意呢，就是功夫。这个禅宗的用意呢，就是你参禅的功夫怎么样？参禅也啊，这里讲呢，赖禅曰呢，我岂有功夫啊？为俗人失地。 是替，就是擦皮地了，啊，擦眼泪了，我哪里有功夫啊？您季约呢，是知呢，从前须用功夫啊，啊，这个功夫是禅宗的用语。再来，千了百荡，千了百荡就是领悟。 明心见性叫千了百当，领悟道法大事完全了了毕，这叫千了百当。这阿罗汉讲的啊，所作已办，不受获有，这也可以讲千了百当，因为他不再轮回了嘛，啊，田地，田地呢就是地步程度。 再来，暂时发恳心，这个恳心呢，就是甘心、称心、愿心。啊，再来，佛法无多子。这个佛法无多子呢，是禅宗的用语。简单的说，啊，就是开悟的人很少，迷的人很多，就是佛法无多子。 我们李炳南老教授讲的，一万个人修行，往生极乐只有两个人、两三个人，所以呢，一万个人跟两三个人，两三个人呢，就是变成很少了，啊，因为明心见性呢，见性成佛都是摩诃萨大菩萨，我们称他呢叫法王子，啊，要少继佛种。 承担如来家业的，叫做法王子，就是佛陀的法王子，佛门的法王子。所以这个地方讲佛法无多子，就是佛门里面要明找明心见性的、大彻大悟的非常的少，叫无多子。那我们把这个公案呢，来讲一下。林济宗创始人。 临济易贤禅师一般都称呢叫临济易贤禅师，啊，临济易贤禅师呢，在黄檗禅师跟大愚禅师呢帮助之下悟到的故事，就是佛法五都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，在《临济语录》里面有这么一段记载，啊，师道大愚，大愚问。 就是一一贤禅师呢，到黄破禅师那边去参学，啊，后来呢，一贤禅师呢又去参学大禹禅师，所以叫师道大禹。大禹问什么出来？师云黄破出来。大禹禅师问他说：“你从什么地方来的？” 一贤禅师说：“我从黄布禅师那个地方来的。”大义云：“黄布有何言迹？”他说：“大义禅师问他说，黄布禅师有跟你开示什么吗？”诗云：“魔甲三度问佛法的大义，三度被打。”禅宗叫棒喝，啊，棒喝用棍子打你，三度被打。 不知魔甲有过无过，就是大禹禅师问他说：“那黄破禅师有没有说什么呢？”易显禅师说：“啊，他说有一个人呢、啊、魔甲三次去问黄破禅师呢、啊，什么是佛法大义？啊，三度三次问，三次被打。各位禅宗是讲什么呢？” 禅宗是讲棒喝，他没有很多方法，他棒子打你，不是说你讨厌我棒子打你，不是，他把你打醒，有时候一打他就这样醒过来，就开悟了。所以三三次问，三次被打，啊，你被打会喊痛啊，痛的是谁呢？ 就谁在喊痛呢？你去找那个去参那个谁在喊痛，啊！我们以前有讲过，啊。这马祖道一禅师呢，是百丈禅师的叔父。马祖道一禅师呢，有一次呢，跟着百丈禅师呢，在外面进行，刚好有一群燕子飞过来。 那挥过，回来，挥过来以后又挥走了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相已经出现了，境界已经出现了。挥过去以后呢，马祖道禅师呢就问百战禅师说：“燕子呢？”百战禅师说：“燕子挥过去了。”他就住相生心了。其实见性没有来跟去。 燕子没有飞过来，你也在看呢、啊。你在看那个燕子没有飞过来的景象啊，比如说这是一个天空啊，啊旁边是稻田，啊，那马祖当然是跟白禅师在那边进行，他们师徒在那边对话。那燕子还没飞过来，燕子没有回过来，难道剑心就没有起作用吗？ 对不对？见性一样在起作用，见什么？见那个燕子没有飞过来的天空，就是叫你参这个。禅宗呢，不是我们可以参，我们可以学的，那根基要很立的。你平常一直在用它，可是你日用而不知，日用而不知，不理当下。 所以你悟的话呢，活活泼泼的，清清楚楚、明明,明白白，了了之、了了见。你每天都用它，但是你不认识它，就是你的决心。你每天都在用它，你用眼睛看，眼见色；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在手在抓东西。 在嚼，在走路，你怎么没有用它呢？他、就是、说：“你日用而不知。”六祖大师说：“你日用而不知。”就是说，迷而不觉。所以呢，你要先去体悟这个重点。是说，马祖大禅师说：“燕子呢？”那时候百丈大师还没有开悟，他说：“燕子会过去的。”这就是照相，跟着境界转。 所以有一次我去参访一位东北的一位啊谭林长，那金鸿老法师送给他一个法语，叫“静随心转”，迷的人呢心随静转，悟的人呢静随心转，你自己可以做得了主，你自己可以当家做主。所以呢，燕子飞过去。 相有来跟去，见性没有来跟没有去。燕子还没有飞过来，飞过来以前，见性一样起作用。燕子飞过来，它一样起作用。它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见性如如不动。 不取于相啊！所以当时呢，百丈禅师说：“燕子会过去的。”他的师父马祖道长是马上捏他鼻子说：“没有过去，就在这里。”你为他很痛吗？你怎么知道很痛？你的决心告诉你的、啊，不然怎么会？你怎么会很痛？所以。 马祖道长就说：“没有推过去，在这里他把它捏得很痛。所以这个见性见闻觉知从来没有离开你，你轮回他跟着你去轮回，只是说你去轮回受报的时候，你是带着你的恶业去受报，结性呢不增不减，他不垢不净。你带着去受报是你的业力去受报，你所造的恶业的业障去受报。” 捷性不增不减，不生不灭。等到你哪一天开悟了，禅宗叫沉静光出，乌云全部散开了，光就透了出来了，了那就成佛了。所以台湾的新北市的土城陈天禅是广清老和尚，他临终最后的法语，跟弟子讲：没奶没气没带字，这、就是台湾话，因为。 广电台上讲台语的，他不认识字。他讲用台语讲叫“没来没去没带字用国语讲说呢，简单讲就是说，自信没有来气啊，自信没有生死，就是六子大师的开悟那无所记，何其是本自清净，本自寂止。 本不生灭，本不动摇，能生万法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大宇禅师问他说：“黄波有何言计诗云：“魔甲三度问佛法，大宇三度被打。”那个时候啊，易简禅师说：“不晓得魔甲有过跟没有过错啊！”啊，然后大宇禅师就跟他讲了。 黄婆姨妈老婆未如得彻困，更来这里问有够无够。他们这个禅宗用语很特别，而且是古代的，他们古代的这个遣词用句跟我们现在不一样。黄婆姨妈姨妈老婆未如得彻困，更来这里问有够无够，啊。 他的意思就是说，黄破展师当时的开始没有把你的执着打下来吗？魏主得撤困如果有打下来，你何必在这边再问有过无过呢？你就明白了嘛。所以为什么说禅宗要根基很利就是这样？因为你听不懂，你听了以后你不晓得他在讲什么。老和尚讲说：“你会吗？”那个你会吗？那个会？禅宗讲。 你相应吗？你能够领悟吗？简单讲就是这样，你能领悟吗？啊，这个大语禅师一开始完以后，师以言下大悟，你看一言禅师就开悟了，师以言下大悟啊，大悟又讲一句话，原来黄破佛法无多子。 从这个地方出来的，啊，严奶奶、黄布禅师也好，佛王也好，无多子能够领悟的人不多啊，能够开悟的人不多啊。也就是说，能放下妄想分别执着的人不多啊。你放下执着出三界，啊。 你放下妄想，离开十法界，是无多子啊！大以戳戳字云，就是抓住他。这尿床鬼子，这尿床鬼子，是来道有垢无垢，如今借道黄不佛法无多子，而见个什么道理？ 书道：“书道，师以大以斜下足三拳啊，就大以禅就就抓住他说，你这个尿床鬼子来这边讲什么有个无过，你去说过床铺，合法无多子，好你说出来，你说出来什么？为什么无多子？你看到什么见到什么道理？你能够见到什么见到你的自信吗？” 快说快说！然后呢，一贤禅师呢，就在大禹禅师的胁迫下打了三拳。大禹禅就脱开说呢：“汝师黄檗，非干我事。”啊，这句话就要去参了、啊。你的师父黄檗禅师，啊，不是泛泛之辈、啊。 此公案呢，或是颇多呢，脸题呀、啊，啊，这个佛法五多字呢，是从大义禅师跟义贤禅师的对话里面出来的，啊，所以《大会语录》里面卷四里面有这一段：“撒手悬崖信不息呀、啊，根尘顿尽更无疑呀、啊。” 使之佛法无多子念，向外持求，转见书啊！佛法是念，向心念求法是念点的佛法不是外求的，啊,啊！佛法不是说你要做多少好事、多少善事，你才能够开悟啊？那只是个方便呢、啊。所以佛法不是向外求啊。 佛法是向内求，所以萨所悬崖心不息呀，根尘顿进更无疑呀、啊。你六根皆是六尘，只要把你的执着分别放下来，把你的妄想混放下来，你就欺欺住了狂心歇歇即菩提啊，始之佛法无多子的。 所以佛法不怕没有人开悟，这个也可以讲说，反过来讲，佛法无多子，就是也可以讲说，佛法不怕不开悟，只怕你不愿意放下，只怕你向心心外求法，就是向外持求转见书，你向外求，反而不能够开悟了，啊，那么禅宗的大词典里面讲呢，无多子就是没有多少。 很少啊！在《灵气语录》里面，“诗以言下大悟云，原来防破佛法无多子。”《五灯会员卷十八里面讲：“云远天有想，尽本领无多子，毕竟难尽这一头。”啊，禅宗呢？ 确实是不容易的哈、哦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佛法无多子呢，我们现在刚才讲的通,通是禅宗的，那我们净土宗怎么办呢？我们念佛人要怎么办呢？啊，禅宗说佛法无多子是指开悟的、明心见性的，那我们净土的怎么办？净空老法师的这一段开示。 我就呼应佛法无多子这一句法语。老法师说：“佛，再来逗点，日常生活当中就像练兵，临命终时是打仗。”他说：“你学佛，你念佛，平常的日常生活就像练兵一样，在操兵。” 你命中的时候，就像打仗一样。你练兵要干什么？就是要打仗啊！那法师说：“众生所有未知门，众生是指什么？众生是指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。这是前面的三个是三圣，后面的佛是一佛圣。我们在《法华经》里面讲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是三圣。” 佛陀在跑法里里面讲：“唯有一佛圣，无我一无三，出佛方便说。”啊，那这个地方讲众生是指声闻、缘解菩萨、佛，都是从这个门进来的。这个门是什么门？心地法门。心地法门就是你这个这一念心，你的念头。 那法师说：“我常在讲席里面跟同学讲，中文教下，中文是指禅宗，禅宗以外的叫教下。中文教下在中国两千年当中，因为佛法到中国来啊，到现在呢啊，将近两千年，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进来。” 传到中国来以后，大概到现在两千年，啊，中国这两千年当中呢，成就的人，也就是真正能够明心见性的，从佛法传到中国来，就是到现在也两千年哦，啊，真正能够明心见性的、见性成佛的《生死报庄严图》的。 老法师说，肯定超过三千人。其实按照比例是不多的，啊，对照现在十三亿人口，这中国现在十三亿人口，三千人是一个非常少的比例啊。佛教是公元六十七年正式传到中国，将近两千年，有这么多人成就。 这是指明心见性的。那么念佛往生到净土去的成佛的人呢，有多少人呢？老法师说，老法师估计呢，保守的估计是十万人，十万人，因为能够明心见性，能够成佛，能够到极乐世界，大义往生，这个都是佛门里面的法王子。 所以他法师说：“你说有多殊胜？我们除了净土以外，走别的门我们都不通。我们没有这个能力。我们求往生这个门，这个门我们走得通，就是用念佛法门。我们有把握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走其他的门都是要断烦恼。” 断烦恼困难，所以，在经典上解释呢，你如果用其他的法门呢、啊，就像那个竹子里面那个虫，一节一节的咬，这叫竖出，竖就是直的这样出去，很困难。念佛我们是横出，横刺三界，从旁边咬一个洞就出去了。那个竹子里面从咬一个洞就出去了。老法师说。 净土法门不用断烦恼，可以待业往生，就是福祸。明心见性一定要断烦恼，一定要破根本无明，那是这个难。但是待业往生呢，他是福烦恼，就是福祸，把烦恼福住。啊，他说，老法师说，我们有能力把烦恼扶住，就能够往生。 伏比断容易太多了，怎么个伏法？一句阿弥陀佛，啊，所以会念。当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，不管是欢喜、是忧虑、还是恐怖、还是怨恨，这四个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会碰到的。不管是你欢喜的时候、忧虑的时候、恐怖的时候、怨恨的时候。 你马上提起这个佛号起来，用这句佛号，这种念头一生出来就是一生出欢喜、忧虑、恐怖、厌恶的时候，这个念头一生出来，马上转成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把它压住，把它压住。你马上提起记住句念佛，你试看看。 所有什么念头都把它归到阿弥陀佛，什么都归到阿弥陀佛。这样练久了，有耐心，有定功了，你就可以把烦恼扶住了。这个的不知不觉把烦恼扶住了，这就是黄念祖老居士讲的“暗合道妙，巧入无声”啊。 暗河道庙就是哎，你就真的不会不会起贪爱心呢、啊，真的没有忧虑了、啊，真的没有恐怖心了、啊。这就是什么？就是你的练佛功夫可以把这些呢欢喜、忧虑、恐怖用那个把它糊住了，这叫暗河道庙。那为什么巧入无声呢？你练久了以后，定功现前的时候呢，它就跟智慧相应。 就跟自信相应，所以我们说唯心净土，自信弥陀，就跟你自信阿弥陀佛就相应了。所以你什么念头来了，都把它归到阿弥陀佛，这就把烦恼扶住了。当然，这是要经过功夫的啦，你要常常要有要有定课了。就像藕一大师说，一天最少两万、三万、五万了。如果你念三万、五万， 不能够往生，三世诸佛都打望你，这、就是阿弥大是说的，啊，所以你看这些老菩萨，像台中莲是林看志老菩萨，他小学毕业，啊，念佛往生见闻录，他编了一本书出来，啊，他帮人家助念的那种感应，啊，你看锅炉将。 也是把烦恼扶住，所以阿弥陀佛呢需要这个条件，你扶不住，那就没有法子了。扶住烦恼，你命中的时候才扶得住。你说你平常没有扶住烦恼，你你命中绝对放不下。 所以这个地方讲，老和尚讲，扶助烦恼里面终始才扶的时候就太迟了，来不及了。你平常就要练这个功夫，平常在什么时候练功夫？平常在你要生气的时候，你要起贪爱的时候，你佛耗提得起来提不起来？其实就是跟这个讲的啊，啊，跟这篇文这篇经文讲的，往往十个五双了，多数退道心的了，全部都倒掉了。 就往往十个无双，通通没有办法啊！全部退道心。什么叫退道心？你烦恼扶不住，就是退道心。你命中说些什么？像印光大师说呢，像热锅上的螃蟹一样。他说，大部分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蝴蝶较量的，符号一起提不起来。 以前呢、啊，台湾那个道政法师呢，还没有出家前呢，叫做呢郭惠珍医师。他本身呢，啊，我们台湾的学佛人呢，都感觉呢他是观音菩萨再来的。啊，他注世呢只有四十八年，四十八岁。他本身呢，啊。 是跟灿林老法师学佛的，也跟李炳南老师学佛的，啊，他也在台中联社呢听李炳老师的开示。那么他在还没有出家前呢，他是在台湾当癌症的医师，郭慧珍医师，他度这些呢癌症的病人，但是到后来他自己本身也得癌症，这就是关心菩萨。 《佛文品》里面讲的：“因你和身得度者，即现和身偶未受罚。他在医院看诊的时候啊，一百个病人进来，他问一百个病人说：“医院外面有一幅一百一一百只的那个马呢，在草原上奔驰的那个啊，百骏图啊。”他。 问每一个癌症的病人进来看诊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到外面墙壁上挂了百骏图呢？就是一百匹马的，一百匹的马在草原上。一百个里面有九十九个癌症病人说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抢他一弓，你攻下，就你说什么？只有一个人，他很冷静而且啊，很镇定的跟大政法师说：“我有看到百骏图。” 啊，这个人呢，业障轻，啊，心有禅定，就这里讲的，你扶助烦恼，你命中的时候才要来扶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太迟了，太迟了。平时要训练，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训练，所以你不要怕业障，也不要怕困难。所以李炳的老师说：“欢迎困难，欢迎困难。” 挑战困难，啊！所以如果你碰到平常遇到，啊，你起贪爱的时候，你起诚心的时候，你起嫉妒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在训练你顺境能不能够念佛，你逆境能不能够念佛？顺境善念不起贪心，不起贪恋心。 喜欢那个心，那个念头一起来，阿弥陀佛，马上取而代之。逆境、恶言、冲突、逞会生起来的时候，我们人跟人冲突的时候，你突然跟对方讲一句话，也许可能是亲戚朋友，也可能是兄弟姐妹，一句话不妥，电话就挂断请问，电话挂断那一刹那？ 你也没有起怨恨心，也没有起嗔恨心。我跟跟你，我可以跟你跟你讲，一百个一百个起嗔恨心，你相不相信？我就有这个经验呢、啊。不要说别人，就说我自己啊，我在这边忏悔啊，真的起烦恼。电他他怎么挂我电话呢？我们会这样讲，他为什么挂我电话？我也没说错话。他为什么起这么大的烦恼？你看。 住相生心呢、啊？你哪里有扶助烦恼了？所以修行在哪里修？修行不是说你在禅堂打坐叫修行修，不是说你这边哪哪个练珠，这边练佛，就是我在修行，我在念佛，那个经不起考验的。电话铃声响起来了，对方给你错骂的，让你受不了，这个时候看你烦恼，扶得住扶不住。 十个五个双，通通倒下去，做不了主。那你这个时候，你就做不了主，你断气怎么做得了主？你想想看，你已经死的哈，心不甘情不愿的。啊，这个地方讲，顺境善人来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起心动念？有没有起贪心？啊？ 如果你起贪心了，马上用阿弥陀佛来取而代之。逆境恶缘冲突、成为生起来的时候，阿弥陀佛能不能提得起来？阿弥陀佛能够提得起来，你才帮我扶住烦恼，扶住什么烦恼？你要生气的这个念头，你的毛病习气。所以呢，你要平常在顺境、逆境、善念、恶缘这边来。 练兵，你命中就是打仗，你一定打赢的。老法师说，你在平常顺境、逆境、善缘、恶缘，你用阿弥陀佛把它打掉，通通归到这一集阿弥陀佛，这叫会念佛，这叫会念佛，听清楚。这个练是精心当下这个心跟觉相应。 跟佛相应，这些会念佛。这就,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像练兵一样，你命中的时候是打仗。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，你就往生了。所以李炳的老师在开示住念的时候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命中的时候断气的时候，哪一个念头先出来？” 那个强的先带走。我在编写《圆满临终关怀》里面，我就把李炳仁老师这一段开始写进去。你里面这的时候，你断气的时候，哪个念头先出来？如果你先出来是贪心，那一定是恶鬼道。旁边怎么给你念佛都没有用。你最后一个念头是念佛求生极乐世界的心，非常坚定。 坚定到什么程度呢？印光大师说：“一万头牛把你拉住都拉不住，那你一定往生的，你一定要去的。”所以，偶益大师说呢：“发菩提心不怎么困难。”我们说：“哎呀，发菩提心是慈心、生心、大悲心，好像很困难，对不对？”金光法师说：“金光法师引用印光大师说，印光大师说，偶益大师讲的很简单，怎么个简单法？” 我们说：“哎呀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好像很难的。欸”又说：“发菩提心一发呢，即成等正觉，就成佛了呢，成大菩萨呢。”我为大师说、啊：“第一个，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；第二个，相信真的有阿弥陀佛。你在最困难的时候，你相不相信阿弥陀佛？” 你相不相信的极乐世界？如果你真的相信，那个真是从自信里面出来的。怎么样给你折磨，你都永不放弃；怎么样给你一个诱惑，你都永远不会放弃。那是真心啊！我们除了真心以外，最终还要真信。 就是阿弥陀佛说：“我今天就带你走，你要不要走？”就像云科法师，他换换界、啊、一定斗地啊！他问人家也没有办法可以消除业障，可以往生极乐的方式啊！他的通常道要跟他讲：“你看往生论了。啊”他一看就念佛，念了三天，念了三天以后呢，真把阿弥陀佛练来了。 阿弥陀，跟他讲说，你还有十年的寿命，十年后我再来接你。英国法师说不行，我不能够再等十年，我再等十年，我一定做第一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习气毛病，我自己最了解，我断不了。我说我现在就跟你走。阿弥陀说好，那你再练，三天后我来接你。他练三天就见到阿弥陀，练六天阿弥陀来接你。假如你是英国法师，请问你相不相信？ 英果法师跟他们的同参道友讲：“没有人要相信的，破戒比丘怎么可能往生？”“嗯，好了，没关系的，反正只有三天的而已。我看到时候你真的能走还不能走。”他说到时候你们要记得来送我。英果法师三天一到，他只练一刻钟，一刻钟就练三十分钟了。 我们现在讲是一刻钟，大概十五分钟，他大概练三十分钟。那老师说大概练三十分钟，他就走了。那真的活生生这样断气呀、啊？哎，人家真的有功夫，他说走就走了呢，奇怪，好像自动断气的呢。啊、海海泉老师就自动断气的，啊，这手抱了、啊，就走了、啊。我们一仗撞的啦，在医院里面插管急救的啦。 死不了就死不了，植物人，你根本没有办法。啊，就是念佛法门，功夫大家有办法。他说走就走了，他说什么？他烦恼伏住了，他定功现前了，他身心戒烟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老法师说，所有顺逆境。 善人恶人的，通通归到阿弥陀佛，这叫会念佛。那在日常生活中呢，要像练兵一样，你命中是打仗，最后一练是阿弥陀佛，你就往生了。就跟李炳老师讲的，最后一练出来，如果是念佛的种子最强，那就阿弥陀佛接走了。 四十八愿，第十八愿，临命终时的一念、十念都能够往生。可是你平常你不练，到临命中，你那个五欲六、五欲七情要是出来了，你怎么办？立刻就到三土去了。 我们今天有个人友跟我讲，他的奶奶呢住在阿根廷，因为这几天我们讲堂过年呢拜千佛，他来跟我讲，他说他老奶奶呢从阿根廷回到台湾来过年，到厨房去洗个东西，洗完就往生了，这个叫做有佛缘呐。他如果在阿根廷往生呢，因为阿根廷他们是基督教。 天主教的国家，他的亲戚朋友里面住在阿根廷，通通是天主教、基督教的，没有人会念阿弥陀佛。哎，因为我们这位莲柳啊，啊，万女士呢，她每天都到我们讲堂练无量寿经》，诵《无量寿经》，他们全家通通是净土法门的，祖孙三代通通是念佛的。 所以我们这位年龄的老奶奶是特别会选择首先选到台湾来过年，过完年就走了，刚好台湾的亲戚朋友给她住年，啊，她就有三根福德啊，她有三根福德一缘啊，所以你不要说啊我现在都不用练了，我等临命中，死念就可以往生了。老法师说，那你临命中，如果五欲七情都出来了，你怎么办呢？你就立刻到三土去了。 能不能往生是最后一念，平常不用功不行，平常不放下不行，平常什么都看得很淡，样样都放得下，你你命中就放得下。你平常都看不看不破，放不下，什么都要计较，什么都要执着，你往生就很困难。虽然你现在是念佛，但是你往生的很困难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平常就放不下，看不破。 什么都要计较，那么执着，临命中怎么会放得下呢？所以老法师说，你平常看得淡，样样放得下，烦恼就大幅度减轻，没有那么严重。你命中的时候呢，就容易放得下。假如你还有一点点，经过善知识你命中开示，就放下了。 所以这句符号呢，是很容易把它换过来。问题啊，我们学佛、念佛，就像要深处转熟，就像炒菜一样，你到厨房去炒菜，要炒的很熟练，你就变成一个很好的香积菩萨。念佛也是一样啊，平常都不念佛。 病中怎么会念佛？你病中不会念佛，你命中怎么会念佛呢？所以我说呢，平常念佛，啊，不如梦中能够念佛。哎，梦中有时候会碰到什么？会有时候你梦中会碰到无常大鬼啊，梦中有时候会碰到这些阴亲债主啊。你佛号一出来，他就消失掉了。这个我试过。 啊！我只要在梦中做噩梦，一念阿弥陀佛，噩梦马上醒过来。试过了，真的能念得出来，念阿弥陀佛。所以平常念佛不如梦中念佛，梦中念佛不如病中念佛。你生病，一般的人呢、啊，生病都被痛，被这个诅咒。 被这个恐怖呢吓死了，佛号练不出来，很紧张，很恐怖，啊！所以呢，你平常念佛不如梦中念佛，梦中念佛你不如病中病中能够念佛，啊！像我我去身体健康检查，啊，有一定年纪的，有一定的年纪的，我去身体健康检查。 那要全身麻醉啊，啊，要照胃镜呢，要照照大肠镜呢，哎，他说什么都不能带，所以你，我跟你讲，如果你到医院去开刀，他一定叫你穿医院的衣服，什么你挂了佛像了、念珠全部拿掉，你什么都没有，计时器也不能带，计时器、念珠、总统不能带，你用心念佛，那我就是这样。 我去造胃镜的时候，他全身麻醉，我叫阿弥陀佛，就念阿弥陀佛，哎，念念他麻醉剂、麻醉针一打下去，然后我就睡着了，醒过来他已经造完了，啊，有一两个息肉他已经处理掉了，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生死过程。死的时候呢，就是好像做梦一样，好像睡觉一样，醒不过来了，那就死掉了。 所以呢，死掉就那个睡觉呢，醒不过来一样。那现在呢，睡觉会醒过来啊。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请问一下，你做得了做做得了主，还是做不了主？啊，老瓦是说，这一句佛号很容易把它放过来。 所以呢，一定要放得下。要知道呢，这个世间什么东西全是假的，这就是海鲜大会上说的，什么都是假的，只有念佛求生极的是真的，其他都是假的，一场空，真的。啊，像这几天台南这个大地震倒掉了，一场空，身体也是空的。 眷属也是空的，家祭也是空的。这句话从这样的一个印证，一场空。你把它看成做梦啊，所以人生呢，所以我们一般讲叫黄粱一梦啊。以前有一个人要到城里面去，这个可参加。 这个状元考试啊，他就在一个餐厅里面呢，啊，做了一场小顿一下睡了一下觉，短短睡一个觉呢，啊，他点了一个这个大概是小米粥嘛，黄粱嘛小米粥，那个、小米粥还没有煮熟，他的梦全部都做完，梦什么呢？梦到他到京城去考试，中了状元。 在中了状元以后呢，或者当官当到后来，最后当宰相。宰相当完以后呢，告老还乡，到最后告老还乡，老了准备要死掉了。这样整个过程，最后被一个道人看出来。道人把他叫醒了，他说：“宰相，宰相，醒来吧。”那个道人啊，有一点小神通，看得到，他在做这个啊，宰相的梦，状元的梦。 那个道人就给他拍醒了，宰相，请起来吧！你看，他知道他在做宰相的梦啊。老法师常讲这个公案，这个这个读书人一醒过来呢，皇粱还没煮熟，小米粥还没有煮好，叫黄粱一梦啊。人生有时候真的是黄粱一梦啊，要看清楚啊。梦里得到黄金呢、啊？ 不会喜欢呢、啊？你梦里面得到黄金，喜不喜欢呢？还是不喜欢呢？起来的时候一样也没有啊。永嘉大师说的：“梦里明明有六气啊，劫后空空无大千啊。劫后空空无大千呐。”啊，永嘉大师。 说的，你梦里遇到那些冤家对头要杀害你，没事。醒过来的时候也没有了，全都没有了。把这个世界看作梦境，把这个世界看作什么呢？看作。 我们来旅行观光来玩的地方，啊，老法师说这个地方一样东西都不是你的，啊，过两天又要走了，我们到这个世界来就是来观光一样啊，房子借你住的，啊，钱是借你用的。 所以老法师说：“在你口袋里面的钱才是你的，离开你口袋不是你的；房子借你住是你的，离开这个房子，房子就不是你的了。”老法师特别举一个例子说：“他到日本去，去讲经。他说，老法师说他到日本那一次呢，是第七次。” 老法师跟日本呢特别有缘。老法师说，第一次来住的时候时间最长，住了二十一天，其他大概都是住一个星期或者到十不到十天。把世界当做旅游的地方，观光旅游，不是老家。老家在西方极的世界。 所以你要搞清楚啊！现在这个你的家，台北的家、桃园的家、北京的家，也不是你的家，是借你住的。时间到，你就要离开了。啊！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将来我们一样都带不去，连身体都带不去，你何必要执着呢？ 何必要占有呢？这这种什么都据为己有，这个念头是最糟糕的。这个念头是三土的念头，有这种念头，没有不得恶鬼畜生地一的，这叫占有的心哦，这叫真正的愚痴。 没有智慧，有智慧的人怎么会干这种傻事呢？以上呢，佛法无多子呢，我特别引用净空老法师讲的这段开示。我们是练佛法门呢，是大业往生的，所以老法师说，佛在平常就像练兵。 你命中就像打仗，你做得了主做不了主，这个是哪保是在净土大经解演义第四百三十七集里面的开始，啊，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自己解说哈，这一段呢，我们今天呢应该是没有办法全部讲完啊，如果不能讲完呢，这一段是非常有意义的，非常有深度。 而且很值得我们警醒的一篇呢，主事的开示。我们把它分成两集也是好事，啊，让我们能更更体会，因为这个是生死大事。像这种生死大事呢，要长要长说，要伸缩，啊，要深入的把它说出来，让我们能够得受用，得到利益，啊。所以感应篇汇篇呢。 不能当做一般的善书看待，他确实深者见深，浅者见浅啊。那么再下来这一个，我们看下面这一段，五百三十一页的第四行，“真大丈夫”，这个大丈夫呢，在佛法里面讲的，在世间法叫做有志气、有节操。 有作为的男子叫大丈夫。那在佛法里面讲呢，大丈夫是什么？大丈夫就是菩萨，发菩提心的呢，不管男的女的，都叫大丈夫，啊。那么再下来看这个道心，都是退道心的。这个道心呢，又叫道念，立志修行佛道之心，称为道心。 跟菩提心一样的意思，啊，十三岁或十五岁以上出入佛道的新参者的心呢，叫做金道心，称为金道心，啊，再来家计，啊，这个家计呢，就是家产，家产,家,产家,家家里面的财产，啊，这个家计。 这三种类，类杀天下人。这个“杀”是什么呢？这个“杀”呢，它是表示程度之深啊。这古诗十九首》里面，《去者日以书里面这一这一段文呢，“白杨多悲风呢，呢萧萧愁杀人。” 这个沙有什么呀？就是有那个程度这个意思啊。干弄了一次，干弄就是专饮专饮，再来五百三十二位第二行，堕落三途八难苦海之中。这个三途八难呢，三途啊，我们常讲三恶道，但是三恶道也叫三途。 火图刀图血图跟三恶道、地狱恶鬼、畜生同一个意思。那为什么又叫火图呢？火图呢，就是地狱道。为什么地狱里面都是猛火？因为在那个地方受苦的众生呢，常为呢火汤炉炭之热所苦。 或以彼处呢火聚甚多，故称火土。啊，那么刀土呢，就是恶鬼道。恶鬼道呢，以彼处之中众生呢，常受刀杖驱逼等之苦。这些夜叉罗刹呢，会拿这些刀杖呢，驱赶这些恶鬼，所以叫刀土。 故称刀屠，血屠呢，即畜生道。以彼处受苦之众生呢，强者服肉，互相吞啖，就像动物一样，饮血食肉，故称血屠。所以血屠呢是指畜生道。所以我这个莲池大师说呢。 如果你命中的时候呢，为刀剑所伤，或者枪支、刀剑所伤所杀死的话呢，啊，就很容易呢去堕落到这个三恶道去，堕落到这个什么血土跟刀土，啊，那为什么叫土呢？这个土呢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呢叫残害。 比如说，涂炭呐、啊，涂炭森林呐、啊，一为所去啊，就是换本的无量寿经的阿波里茄底啊，里面的意义呢，换成恶趣恶道，这个“土”的意思是这样啊。那再看下面这个八难，八难呢？ 在长阿含经卷九十上经里面，中阿含卷二十九八难经等记载，这个八难呢，我们先把它内容念出来，再来解释。啊，把八难的名称我们先念出来，然后再来解释这里面的意思。第一个叫在地狱难，第二个在恶鬼难，啊，第三个在畜生难，第四在长寿天难。 第五个在边地之遇丹越难，遇丹越难。第六个盲聋因哑难，第七个数字变充难，第八生在佛前佛后难，这一共是八难。啊，那么解释一下呢？第一个在第一难，众生因为恶业所感堕于地狱，长夜冥冥。 而受苦无见，不得见佛闻法。这第一呢是没有办法见佛闻法的。第二个，在恶鬼难，恶鬼有三种：一最重的恶鬼，长解不闻江水之名，一滴水都没有；长解不闻江水之名。二，一次重的恶鬼。 唯在人间施求荡涤，龙血混秽，只能吃这些大便啊，粪便啊？这是夜次中的恶鬼。第三夜亲的恶鬼，死后一饱，加以刀杖驱逼，填河塞海，受苦无量。有时候人家给他拜一下，可以得到一个温饱，死后一饱，这叫夜藏亲的恶鬼。 恶鬼呢，有三种。第三，在畜生那，畜生种类不一，亦各随因缘受报。或被人家畜养，被人家这个这个畜养，就是家里啊，这养一些动物了；或居山海等处，常受鞭打杀害。 或互相吞啖，受苦无穷，这才畜生难、啊。第四，在长寿天难，长寿天呢，此天呢以五百劫为寿命，它的寿命有五百劫，也就是色界的第四禅中的无想天。 外道修行呢，都生在这个地方，在无想天，也是障碍呢。见佛文化，在长寿天。第五，在边地之玉丹叶兰，玉丹叶是什么呢？玉丹叶就是欢意，叫做胜处。生在这个地方呢，人寿一千岁。他是他贪着享受而、哦、不受教化。 因此，圣人不出其中，这个地方没有圣人出现，不得见佛，呢，也见不到佛法。第六，盲聋音哑烂。这等人，这种人呢，虽生中国，这个中国呢，古代佛经讲中国，不是讲我们现在讲的中国，在古印度呢，中部摩羯陀国一带，就是恒河两岸的这中国。 因为河恒河两岸都比较先发达，佛法比较兴盛，所以那个叫做中国。啊，所以说中国难生，啊，信心难立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啊。所以盲聋阴哑呢，此等人虽生中国，但是业障深重，盲聋阴哑。 诸根不济，虽然遇到佛出世，但是不能够见佛闻法。你你你聋子，你哑你哑巴聋子，你眼睛瞎了，你见不到佛像啊！啊，他见不到高僧大德啊，不容易呀、啊。盲盲聋喑哑的人啊，他没有办法亲近三宝，很困难的、啊。他不能够见佛闻。 第七，四字变冲难。四字变冲呢？虽然他很聪明，但是他的习气重，不相信出世大法、出世正法，叫四字变冲。啊。第八，生在佛前佛后了，业障重，福薄，缘浅，所以生在佛。 这个佛诞生在这个世间、成道在这个世间之前，或者在佛灭度之后出生的，这个都叫佛前佛后，不得见佛闻法。啊，那怎么样去对治这个八难呢？《增一阿含经》卷十六里面记载，要持八关斋戒，可以对治这个八难。 啊，所以八关这戒功德很大。《另记·成实论》卷二，以四轮来对峙八难，哪四轮？第一个住善次。可生中国。你要投生到，你至少第一个你投胎的地方要有办法亲近佛法，这叫住善次啊！啊，你投胎的地方那那地方都没有佛法，你怎么亲近呢？所以第一个要住善次。 你八关在即，此八关在戒可以助善事。第二个依善人，你要依善之事，要依好人，跟随好人就可以生子佛事。第三个自发正愿，你要正知正见。第四个树子善根，也是要种这个善根下去，而且呢要助根玩具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下面这个。 向道啊，这个向道，呃，就是在五百三十二页的第四行。如今向道身体不是你的，这个向道呢是禅宗的用语啊，就对他来说，或者对你说，这叫向道的意思啊。在《凤阳以录》呢卷下《四会锅》里面讲，更有人来说四会向道。 疑今四得尔，啊，这是禅宗的用语啊。再来，三生尽情为你从头说破。这个三生呢，是出家人自己自称的谦辞啊。我们在中峰三寺西殿里面讲，法网利物，悲智鸿深，普遍十方，明亮弥国。金猛斋子。 某某某恭位。啊，什么？这逢之起，特请三生登座一品教法。这是三生，就是在三西里面也用这个名词啊，就是指出家人三生，尽情就是尽心尽力，乃是父母赤膊和合，这个赤膊呢，就是赤膊二弟，啊。 母之经内为赤地，父之经内为白地而不地，二地合合之处，心事托于其中也。啊，子观其曰呢，赤白二地合合，托是其中，以为体质。啊，所以我们人呢，都是父精母血合合而成的。啊，再来。 五百三三十三例，啊，插排插排就是调遣安排，啊调遣安排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啊，我们看五百三十三例，啊，这一段里面就讲说，这个身体不是你的，除非汝身。 因为众生呢，啊，在还没有在在还没有出生以前，在我们看《五百三首》位里面有讲，只是一个素神而已啊。合曾有身体来？这个身体，因为你放不下这个身体嘛，所以这个天竺哲禅师就跟你讲，维哲禅师跟你讲说，这个身体是父母赤膊合火的。 它本来结合的是一块肉啊，一块玩肉啊。它本来没有知觉呀，不知痛啊，不知痒，不知冷，不知热，不知饥，不知饱。就像你你临命中死掉的时候，躺在太平间一样死掉啊。死掉的时候也没有知觉呀，也没有不知道痛跟痒啊。可是现在你为什么会痛会痒呢？现在怎么会觉得冷呢？最最近寒流来都觉得很冷了、啊。天气在这、就是。 知道热啊，肚子饿了就知道饥呢、啊。本来是一块肉的时候，他是不知道这些东西呀、啊，不知痛，不知痒，不知冷，不知热，不知饥，不知饱，不知苦，不知乐，就是因为个四神附在他上面去了。这个四神就是我们讲的阿赖耶识啊，所以我们十二因里面讲无名行事。 名色六路，畜受爱取有生老鼠，过去生的无名形事，这个、阿赖也是呢，来投胎转世，找到父母有缘的父母投胎转世，刚开始是名色，佛法里面讲叫名色，然后再六路，这个名色是什么？名就是什么？名就是这里讲的四生。 那色呢，就是这里讲的肉团，这讲最最快完肉，就是就是赤膊合合，就是、父接母血，父母赤膊二弟合合的这个，成了一结成一块完肉，就是在十六页里面讲的名色，名色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说，说到底也没有生死，啊，到底也没有生死，人。 有没有死？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呢啊剩下不多啊这一篇天如者禅师讲的开示呢，因为很长，我们大家分两集来说，而且这一段文字非常好，非常重要，牵涉到我们的生死，只要跟我们生死有关，都是我们该要学习的啊，所以。 今天呢，就到这边，我们就告一个段落。啊，谈到这个四神啊，附在这块网络上是这个四神，这个四神一附上去，你就知道痛痒，知道冷热，知道温饱，知道饥饱，知道苦肉。可是你一出凉胎以后，你就执着这个身体是我的。我讲个笑话给你听。我在广州认识一个哈、哦、企业家，广州校园讲堂。 张居士，张一平居士，他学佛以后呢，他都生双胞胎，现在生三胞胎。他第二次生的时候呢，他的儿子叫正觉正悟，他起成佛法名叫正觉正悟。那现在这个第三胎呢是三胞胎，就起成佛法里面的既定会叫正觉正定正慧。讲过很有趣啊。好，这次我去看他、啊。 他那个第二胎那个正杰、正悟那个双胞胎的兄弟啊，就抱着这个第三胎生出来这个，因为第三胎是生两男一女，那这个女的叫正慧，啊，正慧，这个二胎的这个正杰、正悟呢，他看到这个妹妹生出来了，就两个就争着要去抱，那正杰去抱了那个。 妹妹正慧啊，他讲什么？他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他、嗯、她,她弟弟啊，正正悟要去报，都不给他报。就这里讲的，几乎出胎之后，所现润者，换作我身。那这个地方，我们就探讨说，人到底有没有死？我们引用老法师的开示，老法师说，你不断见师，你就出不了轮回。升天，哪一个人没有升过天呢、啊？ 我们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众生，你问哪一个没有升过天，就是到天界去，过去生都在天上住过，天福享尽，业障现前，又下来了，就这么一回事啊。上上下下在六道里面，哪一个人没有堕落过地狱？有，然后上说有，老法师说。 我们学佛同学当中有有得过第一的，啊？怎么知道的呢？崔明知道的，崔明知道的。老法师讲经也有讲过啊,啊。唐太宗他因为杀了很多人，他亲执没有放下，他就得第一了，因为秦执之要他在护体，说他人在第一啊。 因为情之下，他才能够处理地狱啊。所以梁法师说，经过催眠以后，在深度催眠之下，问他你在哪里？他说在地狱。地狱的状况苦的不得了，在地狱受苦。他去过地狱，啊，他去过地狱，他也上过天堂。真的六道里哪一道，我们都经历过，所以不稀奇。 那接下来老法师就说了：“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你就知道人没有死，所以灵性是不，是杀不死的，灵性是不灭的。灵性灭的时候，造恶业到三路道去，到三土去；灵性灭的时候，造善业到天堂。就这里讲的人没有死，没有死，在六道里面搞轮回。” 生死是个肉身，就是刚才这里讲的，它只是一个豌豆，一团豌豆长出来而已。肉身呢有生命，这是一个正常现象。啊，灵魂不灭就是灵性不灭。老法师说，跟各位讲，灵魂是明，明的时候呢叫灵魂。 觉悟的时候呢，觉悟不叫灵魂，觉悟的时候叫灵性。所以我在讲因果里面呢，我特别把灵性跟灵魂呢跟大家讲清楚。我在讲因果里面有讲过一个公案，啊，我们台湾的灿云老法师讲过这个故事，在我们台湾南头有个老菩萨，生前非常节俭，省吃俭用存了二十两黄金，埋在他家。 他的家的墙壁里面埋起来，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呢，他出去以后，啊，无常到来，被车子撞死了，撞死了他非常的急，他就跟他儿子托梦说，墙壁里面有二十两黄金，他儿子半信半疑，把墙壁敲开，真的有二十两黄金，这表示什么？这里讲。 老法师讲，明的时候叫灵魂，从这个故事可以得到印证，人没有死啊。如果人死了，他不可能来托梦啊，他不可能告诉他儿子说墙壁有二十两黄金啊，那表示人灵性灵魂没有死啊。啊，所以灵性是不灭的，出不了六道叫灵魂，超越六道叫灵性。 超越六道叫灵性，啊，那是什么人呢？阿罗汉以上的，阿罗汉他是什么？阿罗汉是破见之后，阿罗汉破破见之后以后呢，他出三界，他离开六道轮回，所以阿罗汉以上呢，他是什么？超越六道的都叫灵性，阿罗汉他们就证得这个灵性，他就证我空真如。 所以你只要一出六道轮回，那就是阿罗汉。阿罗汉称为灵性，他不迷，所以阿罗汉呢得到正觉位。我们就说无上正等正觉，阿罗汉是得正觉位，啊，但是阿罗汉所证的涅盘呢，它不是我们的佛法里面讲的啊无上大涅盘。无上大涅盘就是佛陀所证的大波涅盘。 什么叫大波涅盘？大波涅盘就是不住生死，也不住涅盘。为什么？因为涅盘是本具的，涅盘就是我们的自信功德啊。所以涅盘呢，又叫做圆寂。什么叫圆寂？就圆满一切功德，即灭一切烦恼，这叫圆寂啊。那寂就是清净的意思啊。 所以呢，佛陀所证的跟法身大师所证的是就近涅盘，就近涅盘就是大波涅盘，但是阿罗汉所证的呢，佛陀称他叫做什么？偏真涅盘啊，因为涅盘本具的嘛，但是阿罗汉因为法执还没有破，所以他所入的境界是偏真涅盘啊。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，如果讲到不妥之处呢，请各位同修大德。 批评指教，阿弥陀佛。